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那个法眼睛是假设准神多洗米当就是头一天我讲十出品之前啊，十位菩萨啊，赞叹佛给起胸每一位菩萨说十出起中间一位菩萨叫智慧菩萨啊，智慧菩萨说十出起底部有一位说讲有真说神是无真进涅槃啊，神是进涅槃你去不可得有点一首相一个有一本金刚金刚法也经两个前面两句来证明讲师父的个无真，不过佮讲迄涅槃经就错误了，唔系出在涅槃经，系出在法眼经，可能是佮意识基础啊，佛经太多啊，比较较普及的嘛，法眼法法涅槃都是比较普及，往往啊某一种也会口误啦，那实际上那两句话是出在法眼经。说明那个西部的七个真的无真三密，三密就是真听真受啊，得到那个听经啊，即得了无真三密个听个经个，所以也是无真啊。在一切人中最为第一，不但世间人中为第一，在阿罗汉众中也是第一。人中最第一莫稀奇呀，因为。盲僧释陀言过之前的十体业就已经是世间体业了，何况是真的四个阿罗汉呢，当然更是体业了，所以这个严重体业呢应当是阿罗汉严重，真四个阿罗汉的人的当中呢得到无尽三昧的功夫最殊胜的这就是释菩提啊，所以释菩提为严重十体业，所以就是第一个利欲阿罗汉，欲治烦恼啊，治三界内的见识烦恼，因为三界内的见识烦恼都会引发众生的欲念啊，那个沉落的欲境，所以见识烦恼团出了就是很多利欲的阿罗汉，离弃了三界内见识法的烦恼啊，真的阿罗汉过，所以是属于利欲的阿罗汉啊，而在阿罗汉当中也是第一位，真的无尽三昧的最殊胜的阿罗汉，所以是第一离欲阿罗汉。第二句话是赞叹释菩提讲，在离欲的阿罗汉当中呢，即真的无尽三昧呀，成为最第一。你看，都是佛过去《满光金刚经》以前赞叹释菩提的话，现在释菩提拿出来说明讲，我不作是念。我是释菩提之前呐，讲爱释菩提哈，爱内心无了个念头，唔会想讲我是离欲阿罗汉，爱唔会有了个念头讲，爱就会离欲阿罗汉咯。嗰只我啊，佢落座就消除啦，无我相啦，所以咧，佢唔会有了个爱喺真道离欲阿罗汉当中嘅无尽三昧最低一个人，佢冇按你嘅观念。金刚经的经文流传最广，流传都久了哈，有的事啊，有假感冒穷样。比方讲，现在讲了一段哈，人中最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下来我不作是念，我不作是念上面啊，有的经本有四尊两杂事。你去加工，你还有金刚经，你平常读诵个哈，你拿来对对看，等下来你让你对对看，因为尸体你用阿罗汉下来哈，有四尊两杂事，就变成讲尸体你用阿罗汉四尊，我不作思念，我是你用阿罗汉四尊，我要作思念，我不作思念上面有的书本有四尊两杂事。他原本冇，原本冇，有的人啊，担心他呀，随便讲，主角方也有，
我看过有一部金刚经，主角叫《金刚经》菜米，菜米，菜色的菜没三片，米是米色的米啊，属名。金刚经菜米方啊，他对你的记号，他就有按你的说法。他说，我不作思念上面有四尊两杂师。他的主角方呢，他的书本当然就有四尊两杂师了。他的菜米的主角的书本方啊，就四尊我不作思念，有四尊两杂师。他的主角方多了为了金刚本是怎样呢？有的流通本啊，这金刚经啊，我不作思念上面啊，受四尊两杂师。你还看到某个人拿着加上去，胡闹，这么胡闹，哦，也下主角的人啊，胆识轻泰，他敢喊人去加随便加，你还看到个我不作思念上面受四尊两杂师啊，你去加填落去，这非常奇怪的事情，要好像读书没读通啊，怎么可以随便加呀？明明第一个受了一杂师，人都还不敢勉强加。只差一点的解释的时候说，哦，你应当吧，可能受某一杂师，不敢喊人加落去。可是这个大师就有安排，他说有的书本上啊，我不作思念上面没四尊两杂师，你哪会加落去呢？哎，我看到这不了，我千分块说，哎，这张人非常不合理，做什么东西随便可以喊人加师，加呢金刚经章不会变成更加更多吗？所以你好好对照起来，真多事无重要。民国初年的江美龙居士啊，他拿来签出这个古本的金刚经去对校对过，所以校对出真多事啊无重要的素材，往往是后人加落去，就像柴米方讲的，你加落去呢，你看到四尊两杂师，是某个人就加落去，就变成这种情况。所以将会罗通江美龙居士啊，一告知说，那个是原本是某，那个是原本有门下啊。比如下面的四尊这不说，有的说四尊这不说，这这好像是某某的关系啊，不过意义不重要啊。所以这个我不作思念上面某四尊两杂师的原本就某，原本的金刚经就某，菜米就好淡就拿来加落去，我就感觉到非常奇。而现在流通本的杂本的金刚经，太地都有，太地都有，你拿一堆堆看就抵得啊。现在我能讲两本严古的主角哈，只无俩四尊两杂师，无加哈，拜托你无加，无去加落去，无糖心菜米讲你就打加落去。不过你能无看到菜米啦，我无讲出来，你还未必抵啦。两本主角一篇篇啦，这是保存在万事修厂方啊，普通一般没看到流通本，好的模糊不变流通啊，以后啊全部都变假四尊两杂师了。师父你说我不作思念，我不会有这种念头，说我是离欲恶罗汉，这种念头我没有了，我不会因为说，我就是已经经过的离欲恶罗汉，离去三界见识法的欲，欲同志见识法，有的胆子欲界的见法和识法，其实应当统治三界内的见识法，因为三界内见识法无团处啊，家庭相福不团呢，还未生起现行，将来还是会有用的。所以因此之故，阿罗汉七大把三界内的见识法完全团清，见法八十八是识法八十一品完全团清啊，所以称为离欲的阿罗汉。世尊，我要找信仰我的阿罗汉陀，世尊这不是习菩提，是我偶然的行者。世尊啊，想要爱习菩提，心肝要按理想讲爱起对阿罗汉陀的人，这世尊也就不会赞叹讲习菩提是爱我恩亲的人。偶然那印度法，凡尘中国法就是清楚啊，恩亲的所在，恩亲的人啊就不会有这呢。以习菩提是无色行，习菩提实实在在，他不会有观念说爱真果，爱没了个动作行为，只是名称上言称说习菩提是喜欢修阿兰那行，爱亲，所以常常在色通中啊，清楚观无神。顺文神小文以后啊，再看看下面的注解。
五十三家行的主角呀，上回是讲到，就是前日他们讲的，到第五行哈，俺的名为阿罗汉也，上回解释的阿罗汉陀，阿罗汉的意义，多了个所谓从我相、人相、众生相、修者相，该就不能成为阿罗汉，解释就多两位。下面就下一个，有人记抗子一，一个记事啊，写唔错，记哈。个重点唔好跳上去啊！上师下记二重分啊！哦，师父哋要认真记起个前进嘅境界来比抗讲，抗是比较嘅意思啦。比抗讲实际上唔好系两个念头。佛是曾说师父哋在无尽上面，是以前啦啊！讲是讲师尊以前是曾讲话师父哋在无尽上面，而无尽上面者以无我故。本老以人啊，讲真到无尽上面的人啊，因为无我相，所以啊，就唔会对别人有假意自己烦恼的事情做成。要想错则立，不告人我是非。像我前面讲过了啊，讲如果有人想起错唔好，佢就起起来，立就是起，有人想起起，佢就坐下来，佢唔会老人去计较。你我是非的结构就完全都没了啊，你就没事你去烦恼啊，假如你想爱错不好，跟爱偏偏就硬错，那你就会去烦恼，爱就不能说你这么个错了，烦恼就会生气了，所以他不会去同人结构你我是非不会使你偏你去烦恼此恨罪过恨行是本来前面的偶然那行音都要脱线了但是呢脱个顺口啊顺条哈脱线感觉到有高安的没去顺口所以脱行也无妨了应当是真才用功安都行了修身修来让安都线那么师父弟都已经修身了应当是线用两是最高的修行的境界他是最高的目的故人人中最为体验所以他人中其实最体验罗十元无尽有义与解释这个无尽的意义人中九摩罗什三藏法师的解释九摩罗什三藏法师是翻译金刚经的人基督摩下主解让我有无尽两者是个解释呢才配不见为摩健康啊为摩健有古著回摩经古著啊就是神修法师并九摩罗什三藏法师两个人的法向下组成一部书按照回摩经古著古著方底部有两个法师不是在金刚经的主角九摩罗什三藏法师有按来讲讲无尽有两种意义一以三昧力降伏众生您不是真心用这个三天的境界的三昧的力量拿来爱护众生扶持众生使令众生不会生起竞争之心使众生不会生起斗争的念头这是第一种的意义你随顺法心无为无尽呀已经亲近无尽的真理及随顺无尽的法心之理呀不会想违背不会成正论所以说无为无正为是为败正是正论因为他随顺法心所以无正也无为一切罗汉解离三界贪欲烦恼名利欲阿罗汉所以说一切真阿罗汉个人统统都已经离去三界的贪欲烦恼就是说三界那个烦恼完全断尽了见识非断尽所以咱们称为离欲阿罗汉不是单止欲界我以无尽故以做离欲罗汉之中称为体也师父的记载所有无尽三昧的阿罗汉身家当中记载一切离欲阿罗汉当中当时一般人称其为体也所以佛按来赞叹其虽蒙佛已是因喜以我不作思念虽然佛按来赞叹按来应可他
但是结不要按你的念头，我不作思念，一我是离欲阿罗汉，俺不因为个么爱超离欲的阿罗汉，俺没按你的念头。要作思念嘛，是有我呀，是要是按你的念头存在，这就是有我相，有我相不生出世间的生长。诸正解气而有我，一切正论都是因为有我才会正论，无我就不是正论了。世尊则不说是菩提，是我偶然啊，现在。我如果爱去含有按你的念头，佛就不会讲话。是菩提亲爱拗在安亲的地方去用功修行的人，偶然呐、啊、是用是亲啊，即无尽也。真偶然呐、啊，啥咪啊，就是无尽啥咪，个就是是亲，不会有争论啊。真则显闹，有真就有显啊，显法吵闹。为非拗修是亲行之人呀。讲如果系唔系有啲嘅七大爱情嘅念头，就不能成为真正有修行嘅人。这时候还有几句话冇讲清楚啊，就是这是这个无尽嘅意义，根本成为偶然那行，偶然那也成为偶然药、偶然药，也都是印度话、反省中国话。很多清楚就是清的意思，本来就是指他某人多的色彩，他属清的地方比较他好用功，无论清楚或者各种的修持都要找一个安清的地方，安清的地方比较容易得到这个听见。现在两位的阿难那行呢，是指已经寻求的无尽三昧，是释菩提呀，已经证到无尽三昧，也就是在清楚所修的，将能够得到这个境界，而成为阿难那三昧也可以，就是阿难那的修行法。所以阿难那是用实情，即无尽呀。就是指那个无尽三昧啊，真则显闹，显是显法显插，闹啊就吵闹，一个有真经就必听有显法吵闹啊，一个不会爱修那个无尽三昧的人，这就是比较他反插他显法，所以不是爱修这个事情的人将不能在这个阿难那种修行，所以为非要修事情行之人啊，好正经的人就不能修事情之修行法门，不能亲喜欢争论啊，以释菩提是无所行之故，因为释菩提的实实在在实验证无人三昧，他不会因为说他是用样板的方式修行正无尽三昧得到的果体啊，时时念念在怀，不会有按你的行通的缘故，所以一名释菩提，所以人称的释菩提啊，是傲阿难的行者，人家说像释菩提啊，最喜欢修习正三昧，所以得无尽第一。释菩提给你这诸上文得过无期何以呀，那释菩提的证明其他一般的阿罗汉，那释菩提尊者其真阿罗汉过得无生三昧都无期无得，既然是阿呢，既你就是说既然是阿呢啊，释菩提既然是有阿呢该属性境界得无生三昧，是一个体力有阿罗汉，他都没了个念头，所以其他所有上文人真的这个阿罗汉的果德一样啊，不会有所起差啊，这是一听的道理，这又何必去你翻译机呢何你也是翻文字，这既然是这样，你又何必这个翻译讲吗，真的跟人们认为有所起有所得呢一天是一样，老释菩提重要无起无得，该将是真正的阿罗汉。多两位为止，
就是解释体系，啊，上文言呐、啊，整个还没有所起有所得给你们呐、啊，都来为就解释清楚，讲话上文言无论出国到西国，统统都是无所起无所得，啊，唔系讲话有起有得嘅境界，因为佢无我，既然真到无我嘅身体，无我相，我执一处。当然就唔会有自由的啦。下面第五段嘅经文啊，说明讲既然法不可起不可说，咁样本是假冒你佛在原地行菩萨脱开世界啦，在燃灯佛嘅当时，受燃灯佛嘅授记，讲将来能成就佛果说法途中，该唔会有自由的吗？所以一个解释的文字上讲第五疑问，下面的经文第五堂的疑问的意思讲释迦因种为三会显人，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他过去三胎二神地的行菩萨陀、在因地行菩萨陀的当中呢，在听你二神地的满了、做三会显人，三会啊，还是假释尊听你二神地界修满的同时，行菩萨陀的时节的名称，啊，当时人称其三会显人。那其清春燃灯佛的时节，蒙燃灯以来数记，讲当时啊，三会显人在蒙燃灯佛，以来就是佛。啊，讲在我们燃灯佛呐，老三会显人数记，讲三太二神地界满，啊，八甲中相好以后，才这个现甲的地球受甲，人数白色的时间，才这个五出恶事，神丘佛果，很多释迦牟尼，啊，说法途中，所以燃灯为释迦说法。啊，任何人不可取说呢？啊，用本讲法不可取又不可说呢？当时燃灯佛、老释迦佛的前身三会菩萨授记将来成佛的故事啊，该当时燃灯佛唔系就已经老三会显人说法过了吗？啊，老佢授记将来成佛，该唔系将来就有果位好取吗？根本就有气又有善嘛，念念有气有善，讲吧，有人会起那种疑问，所谓福疑，福在内心啊，所以佛对释菩提啊提出来说明，所以经文讲，佛告释菩提，以意云何？以来是在燃灯佛说，以法有所得否？佛呀，世尊，以来在燃灯佛说，以法实无所得。另一他，这是第五种疑问讲，看你是假世尊在云梯呀，啊，听你二神地讲满个时节，请看燃灯佛，燃灯佛老你书记讲将来成佛，而且当时也说法本意。是你得到无神的啊，实际的真果。那有所说又有所起啊，跟没有起说吗？讲怕有你们心中有按你的疑问，两人都福你福在内心的疑问啊，没讲出来。贪福已经跟众神的经济可以抵得。恐怕有人会起那种疑问，所以自家提出来啊，问释菩提，佛告释菩提，释迦牟尼佛对释菩提尊者讲：以意云何？讲在你的内心，你认为人家意思认为怎么办呢？一来，这释迦牟尼佛前身呐，啊，释在燃灯佛说，那个释就穷钱了。释迦世尊修行三太二神地界，按照
一个水印件，过去现在应该见到讲，讲释迦牟尼佛修行三胎二乘地劫，第一胎二乘地劫嘛，从救人劫前，在故事家佛面前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讲释迦世尊在救人劫前哈，也是两个人太家重要。也是一个凡夫，该当时也是像现在的五处恶事情况中央，该当时也有一尊佛出现世间，名就会按到释迦牟尼，所以在文章下按到故释迦，故时胎，释迦佛还没有发生的时间就有个释迦佛，啊，讲在故释迦牟尼佛面前，现在的释迦佛对其面前发愿。发菩提心，讲其从此以后修行，将来成佛，也要像现在的五处恶事，突然五处恶事的广场南发的众生，而其在故事假佛面前发言讲，将来其成佛啦，假该体质，智慧体质该也是安到沙利佛，神通体质该也是目犍连，施者就是阿难，故事假该当时的情况啊。老现在的释迦牟尼佛的情况完全一模一样，而释迦佛第一次发菩提心的情形，所以他就发现说将来他成佛也要老故释迦的情况完全同样，所以释迦世尊出现世间五处恶事第一次高发的情况都老故释迦同样，该当时发心以后修一胎二乘地劫，前中过七万五千佛啊，一胎二乘地劫嘛，前中过七万五千佛，二乘地就是无数，第一胎无数劫，一个无数啊，我们凡夫唔计算唔出来，财佛菩萨算得出来，所以按照有数嘅无数啊，按照二乘地就是无数。刚才你啊，第一胎二乘地劫当中呢，从故事界面前发生以后，前中过七万五千佛。最后第一二乘地劫受满七万五千佛的最后一步要按照十七佛啊，那个就是一胎二乘地劫满了，从十七佛以后进入第二胎二乘地劫，从第二胎二乘地劫就是从十七佛开始又前进的七万六千佛啊，第二胎二乘地劫受满了前进过七万六千佛，最后一尊就是燃灯佛，就是现在经文所讲的燃灯佛，燃灯佛有的地方写作天光佛啊，有的经文写讲天光古佛啊，这天光佛就是指这个燃灯佛啊，天就是灯呢，点出个灯那个光明，所以为之天光啊，这是将把梵文翻成中文的某中央的翻译，现在经文讲翻作燃灯，其他的经文有的翻作天光，那么从第一胎二乘地劫十七佛开始到燃灯佛成就了七万六千佛，那么到了燃灯佛的时间两胎二乘地劫满了，释迦地的光一天能够成佛，都加上释迦佛的前身行菩萨陀按照三会啊，三会菩萨他就地的光他一天能够成佛，所以燃灯佛老给书记说第三二乘地劫满在这个沙佛世界五处恶事啊，第九首叫人数白色的时间了，出现时间啊，也顺便按照释迦牟尼佛，这是燃灯佛老的书记。第三胎二乘地劫从燃灯佛开始，一直到毗婆尸佛，毗婆尸佛前中过七万七千佛啊，第三胎二乘地劫上满，再见百劫众生哈，然后。多了那个显教的第九首叫人数白色的时间，释迦世尊出现世间，光神加比罗国羌梵王中维悉他太子出家修行成佛，三十岁成佛以后说法四十九年，那么金刚经就代替在释迦世尊60岁的时间所开讲的，也是很多岁一些也没